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基础介绍，机器学习第一节课的下半部分。那么上节课呢，我们跟大家看了一半这个视频哈，这个我们看到谷歌研究的这个自动无人驾驶汽车的这个帮助一个盲人啊，可以自动完成去购物的这样一个过程，觉得也非常 impressive，就是印象深刻。那么大家看到这个之前微软做的这个即时的。对语言进行一个翻译，我们再看一下别的例子啊。我们进行一些别的 demo，我们也说了，这个机器学习呢，可以跟大家做很多的事情。那么其中有一件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自动的翻译，不同语言之间啊。我们做一个简单例子，比如说这是一个 Google Translate 谷歌翻译的一个系统。那么我们打一下，比如说我喜欢深度学习课程。大家看到啊，马上就翻译成 "I like the depth of learning programs"，这个翻译可能不是特别准确啊。比如说，我们深度学习它本来是一个 deep learning，是一个专有名词，它可能还翻译的不是特别好。那我们换一个方式，比如说我们换一句话来翻译说，说我喜欢学习计算机这门课，I like this course to learn computer。好，这是一些翻译方面的例子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些推荐系统，比如说在淘宝网上，我们当买一个包包的时候，我们想买这一款包，那么通常我们会看到，在我们要下单的时候呢，底下它会有一些类似的推荐，说您可能也喜欢这些东西，那么这些后台的技术都是用到，这是推荐系统的一个例子，它用到机器学习的技术。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看到非常火的这种无人机的啊。包括比如亚马逊也在研究这方面的技术，叫 drones，包括国内的一些快递公司，比如说，各种比较，提供比较服务便捷的快递公司，他们也在下一个阶段的研究这个，如何来进行用无人机来进行这个快递，包括无人机的用途可以有多种多样了，它也可以进行这个航拍啊等各个来代替人类完成的一些任务哈。我们看一些，这是一个 TED Talk，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 demo，就是说无人机也是通过机器学习的技术，可以达到一个不但能自己飞起来，而且它可以做一个，比如说对一个杆儿进行一个平衡等等等等，这都是通过机器学习的技术来实现的。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一个 demo。Human being to do this, although we do have the advantage of having 2 feet on the ground and the use of our very versatile hands. 大家It 看到becomes 它。a little bit more difficult. 用手来 I 维持这个杆的平衡比较容易，基本人都可以做到。那么用脚呢稍微难一点。让我们看到用无人机来怎么进行维持这个杆的平衡，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非常酷，非常酷！大家看到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飞机。不断的来调整这个平衡，来维持这个杆的平衡。We added the mathematical model of the pole to that of the quad. Once we have a model of the combined quad-pole system, we can use control theory to create algorithms for controlling it. Here you see that it's stable, and even 大家if 看I 到，give it慢a 慢little 稳定下来了，已 lessons, 经。it goes back to the nice balanced position. 所以非常酷啊！所以第一节课的第一阶段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机器学习的基本概念，我们课程设置，以及再给大家展示了一些目前来讲机器学习的应用在各方面。好，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一阶段的第一节课的学习。下一节课呢，我们将给大家重点还是要介绍一下偏向于深度学习，也就是机器学习里面的一个新的一个领域和一系列的算法。深度学习它有哪些比较酷的应用，给大家做一个。比较广泛的介绍，好，所以第一阶段第一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大家。